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三长老、诸位海内外的嘉宾、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非常感恩我们诸位海内外的嘉宾诸三长老以及网路前的同修参与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升息二周年追思纪念会。今天我们追思会到了第三天。今天第一节课我们大会安排悟道跟大家讲一讲祭祖的意义。祭祖的意义在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他老人家生前也讲到很多遍讲过很多遍。我们大家把他老人家讲过的影音重复听几遍对于祭祖根本的意义我们就有一个概念了。还有在教传统文化的老师也讲过这些有关祭祖的意义这一方面的视频也相当的丰富大家呢可以多搜寻来多看来多听他们也讲得非常好，非常详细大家要深入去了解多听几遍必然能够对祭祖的意义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跟认识。那么悟道在这堂课里面也大概简单讲一讲祭祖的意义。另外呢，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办这个祭祖活动的一些因缘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祭祖的意义我们简单讲就是伦理上讲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了。伦理上讲的这两句八个字很简单很简要，但是这个意义无尽的深广。这个八个字讲祭祖的意义就很多可以去引申的。这个意义的引申可以说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我们浓缩起来讲
就是一个孝字，孝就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啊，它展开来啊，就是无量义了。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教学的大根大本，就从孝开始。孝亲尊师，那么有孝亲呢，才有尊师。我们先讲这个慎终追远啊，慎啊是谨慎，追啊就是追思啊，追思了。我们现在办我们先师敬老和尚这个活动的名称啊，叫深溪二周年。追思纪念会就是追思就慎终追远那个追啊。那么远就是远祖了我们祖先我们不没有见过面我们不认识要去追思远祖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既如在就如同祖先在我们眼前了。那么慎终就是父母临终要慎重谨慎来处理。做儿女呢要谨慎来照顾这个不可以草草率率的来处理父母临终的事情在我们佛教净土中有助念这个可以说对慎终是最殊胜最圆满的在世间呢儒家呢他们也有慎终的一些做法站在佛教里面讲帮父母助念劝父母放下万年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最殊胜最圆满的慎终了所以在净土中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刚一断气不能够马上给他翻动也不能在他旁边哭泣要帮他念佛最少要八个小时那么这个是慎终最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父母过世了要追思要追思这个追思就是一周年像我们周年这个祭祀在慎终这一方面我们净宗学会过去也出版过一个小册子这个临终助念须知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册子能多多的去推广所以我们佛门净宗就是有一个很具体慎终的一个做法那么世间的慎终就是依照礼依照礼儒家的礼依照世间的礼常理依礼来照顾父母所以在伦理上我们也看到孟懿子问孝了问孔子怎么样做才是孝怎么样做才是尽孝那么夫子回答呢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父母在生的时候依礼依照这个礼节来奉祀父母父母过世要依礼来埋葬所以传统
他有葬礼。根据父母在世的时候他的身份地位来办丧礼。所以这个礼啊，它有不同的层级。礼有不同的层级。棺材啊也不同。一般啊就是一个棺材。如果身份地位比较高的还有棺椁。棺材啊外面再加一个套棺。那个棺材的厚度啊厚薄啊这个也有分的。所以一定啊要合乎他的身份地位。这个礼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这个不能太过。所以孔子的学生啊颜回死了。那他们的同学说要很隆重的给他办这个丧礼。那夫子说不可以。要依照他的身份地位来办。不能超过。所以这个就是礼。所以礼不能过也不能不及。那么父母过世每年清明或者父母过世的日子我们现在呢就是周年纪念在过去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里一年呢拜了好几次的祭祀就是有先人祖父母过世的日子是家里都要拜那一天都要拜现在呢已经没有了。这个叫祭祀要拜父母还有这个清明要拜祖先也是依照这个礼来祭祀这个在礼记都有讲到这方面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在这里也要向我们同学汇报我们办祭祖活动的因缘过去先师敬老和尚在早年他很早就很重视这个祭祀祖先早年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在这个佛堂左右两边有一个长生入位一个往生莲位那么往生莲位这一边也供这个中华民族百姓祖先那个时候最好就百姓了那么百姓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百家姓一百个姓一般是指汉族一般指汉族那么到了2002年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成立我记得更早应该更早好像在1997还是98那个时候莲师当会长那个时候在大陆这个政府已经有列出10000多个姓超过10000个姓现在呢听说有增加到20000多个姓这个姓就不止汉族了汉满蒙回藏包括呢56个少数民族那像我们台湾有这个有汉族的还有这个原住民9个有9个这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所以那个姓氏就很多了现在呢20000多个姓所以当时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成立那个就不叫百姓宗祠了那个叫万姓先祖纪念堂了
万姓先祖纪念堂。当时啊，香港刚成立这个万姓先祖纪念堂啊，也请悟道去做一场法会啊，回向给啊这些各族群的历代祖先呐、啊。那么我们这个祭祖啊，也传到了这个海外啊。那么当时我们办这个大型的祭祖啊，是在2012年呐、四月清明啊，好像三月底啊。当时我接到定弘法师啊给我一个电话啊，说我们老上啊要在香港啊办这个大场的啊祭祖活动啊。在这个四月之前啊，我大概两个月前接到这个电话啊，当时我们老上呢、他很重视啊这个祭祖啊，我是了解啊，因为这个祭祖啊，在零八年三月底啊，先师净老和尚啊就叫悟道啊，在上果莲中立上果莲啊办祭祖啊，那个时候啊，时间只有三天啊，三天前讲，三天后要办祭祖啊，那这个在家里以前啊，自己父母自己祖先牌位啊，拜拜祖先，这个我知道怎么拜啊，那个大型的祭祖，我们从来没看过啊。后来我就去请教这个桃园市啊刘议员啊，那么他就给我介绍啊桃园市的孔庙。那当时只有三天啊，那也没有时间准备了，那所以我就请问啊，本来就用 DVD 啊 DVD 啊，我说你们孔庙啊以前祭祖啊有没有录那个 DVD 啊，他们说有啊，那我就很高兴了。那我们就用 DVD 来祭祖，不然怎么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培训这些啊礼生啊夜生啊啊这些，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些法器啊，所以就给他请了一个 DVD 啊，要请孔庙啊一个平常当司仪的。然后我就请刘议员啊去找一些议员啊官员啊，还有我们同修啊刘连长啊，他们找人来当主祭官陪祭官啊，所以我们在中立善果林啊，就在那个佛堂啊就这样办了三天啊，办一场祭祖活动啊。所以这个到了一二年啊，到了一二年，这个香港啊办这个大型的活动啊，两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也请这个桃园啊孔庙啊他们能不能来香港啊来帮忙啊，他们讲啊，他们说没有办法了，这个平常他们老师要上课啊，这些都是老师啊。那么桃园市这个祭孔之前啊要先祭祖，一大早就要祭祖啊，那个是官方办的啊，官方办的，就是要先祭祖啊，祭祖之后啊再祭孔，所以我就想请他们来帮忙啊，
结果他们没有空，老师也没有空，那些礼生乐生，那些法器也不能外借。后来我们想尽办法，我就用国乐团来代替那些，用把那个谱拿来，请那个国乐团照那个奏，奏出来的乐一样就好了。请这个校长那么这个童校长他前一任的一个校长来帮忙所以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凑齐了那些法器啦那些礼物啦我们也不晓得到哪里去办这个可以说两岸三地我们在台湾找在香港在大陆把它拼拼凑凑的所以第一次就这样上场了第一次就上场了上场呢这个原来规定都要男众来当这个礼生那个时候没有人反正男众女众都好那个校长给我们讲你找义工来培训我们这边没有人所以我就抓我们敬宗协会的义工反正有时间就来大家发心就可以男的女的通通好把它凑起来所以这个2012年4月那个办了第一次办的12000多人的这个祭祖原来办了3天的37念后来又增加1天增加1天这个超度那个婴灵的超度那个堕胎的那个是丁嘉丽祈请的那么这个祭祖活动功德主就是陈静怡居士他华新还有广东顺德的一些同修来当义工所以那次办的也是很惶恐的从来没办过这么大的也得到佛力加持祖宗庇佑那我们老和尚也冥冥当中在给我们加持所以那一次祭祖就办得非常的成功了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祭祖也都传到了海内外了传到海内外那么当时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先师净老和尚叫悟道一个人去山东泰山祭祖我说师父这个祭祖不是弟子一个人可以办的我们师父就说了他说没问题去找齐树平居士找到他就可以搞定了找到他就可以搞定了。那么我就打电话给齐老菩萨就请说师父交代要去山东泰山祭祖说你那边你是山东人很熟悉那边可以这个请你帮忙来办这个祭祖的活动。他也给我说呢没问题没问题。他说我们山东山脚下就有一个同修他们家就住在那里你去找他呢他一切都可以给你搞定所以我也没去过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也带了那个孔庙那个祭祖的 DVD 我带了一片带了机器带了 DVD 过去那个庄严师跟我过去去那边去祭祖结果我去到山东泰山脚下呢那个同学的家里非常小大概呢他们的房子是我们这个讲台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个讲台这么宽把它切三份其中的一份就是他们的家一个客厅小小的说叫那边去办祭祖说这个怎么办祭祖
后来呢，我说那干脆啊，我们就搬到你家门口那个广场，露天的哈，啊，搬到广场去，桌子摆一摆，啊，这个祭品啊，啊，摆上去，啊，祖宗牌位写上去。说他现在呢，那也没有什么主祭官、陪祭官呐，就他两个儿子。我说那你们两个儿子啊，就一个来当主祭官，一个当陪祭官了啊。我就问他们有没有这个衣服啊？啊，我们这个祭祀啊，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那个就他的陪祭的衣服啊。他说有，没问题啊，什么都给我说没问题啊。啊，结果他们两个儿子就去街上，就去找了，穿回来给我看了。啊，结果穿的是什么呢？清朝啊，大家有没有看到雍正王朝啊？啊，清朝去啊。那个衙门当公差的，戴了一个帽子，穿了那个。我说你们是在衙门当公差啦，啊，这个不是祭祖啦。他们就只有这个啊。我说好吧，那就这样了啊，啊，将就将就了，啊，就 DVD 就放了，叫他们上香啊，办祭祖。那当时定弘法师啊也给我讲，祭祖不是很简单吗？啊，当时定弘法师打电话给我，我说祭祖这事情啊，很多事情啊，当祭祖不是很简单吗？不就上香吗？我说不是啦，啊，所以他也没有看过，他也不知道啊。他说上香，我说上香那就很简单了啊。啊，后来办了之后了，他才知道哦，原来祭祖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台湾祭祖啊，啊，这个是官方在办的，啊，这个祭孔啊，先祭祖，啊，这个祭孔先祭祖，啊，这个是官方办的啊，不是我们民间办的。啊，比如说这个桃园市办祭孔，那先办祭祖。那主祭官啊，一定要请这个桃园市长，啊，市长来主祭，啊，其他的官员啊当陪祭，啊，如果在台北孔庙，啊，那是要中央的，啊，要总统来当主祭，啊，其他的啊，五院官员啊当陪祭。那过去啊，这个在台中啊，孔子啊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先生，那当时从大陆啊迁到台湾来啊，就在台中啊，这个奉祀官土啊，孔德成先生啊是孔子的家族啊。从汉朝之后啊，啊历朝历代啊，无论哪个朝代啊，都给孔子啊，他们家族啊，这个立一个爵位。在明清时代啊，叫衍圣公。那孔德成先生是最后一任的衍圣公了。啊，到了中华民国啊，就改为啊奉祀官府啊，奉祀官府。啊，这个奉祀官府是总统府的特任官啊，属于总统府中央啊啊直辖的啊，总统府的特任官啊，他有一个办公室啊，还有这个薪水的啊，有薪水的，我有问了 啊这个薪水一个月16万啊，当时啊是16万。改为奉祀官府啊，奉祀官府。那么当时啊，这个台中写儒老人李老师啊，啊，他在大陆啊，很早就孔德成先生就找他去当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了，啊，一直到台湾来啊，啊，他当了50年啊，那等于是啊，当公务员。当公有薪水的啊，有编制的
当时在台中祭祖，他奉祀官奴就在台中，但是不可以请孔德正先生当主祭，要请台中市长当主祭。因此我们这个依照这个常理是这样啊。那这一次我们祭祖我们就是一定要请台南市长，但是市长他出国了所以就请民政局长来代理来代理啊。那么这个祭祖我们也传到海外，在2015年8月我们在香港办这个祭祖纪念法会我们老上也请修师校长他来观礼所以修师校长他来观礼，他看得很感动2016年他就邀请我们老上也到伦敦去办这个祭祖办这个祭祖。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他2015年这个2015年邀请英国威尔斯大学修士校长来参访香港请他参加这个祭祖的活动他也没看过了。那么修士校长参加之后也非常感动所以就请家师我们老上能不能到这个英国伦敦去办个祭祖活动也办这样的祭祖。那我们事务上人也就答应了。答应之后我们老上就交代悟道去办这个事情。当时修书校长请我们去英国办这个祭祖纪念法会。你就去办这个事情。那么我接到师父上人交代的任务就是第一个就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但依教奉行接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了因为我们师父交代这个任务也不考虑有什么问题，也不考虑有什么困难只有知道我们师父要办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就一定要去完成。所以我们也在筹备到英国去办祭祖。那么我们初次到伦敦去办这个这个到外国去办那这个困难就更多了。人生地不熟，不像在台湾香港办，我们很多资源很方便在外国又那么远没办过实在这个挑战性也是很大。那么当时我在伦敦我要他们办事先抓住当地人所以我们去当时去顶让那个房子那个前面那个杨卫华跟徐玉清我就不让他们走了我说你就留下来帮我办这个事情他们那个他那个房子顶让给我我就不让他走就叫他去帮我租场地所以也是住在泰晤士河旁边那个场地就跟香港博览馆那个形状差不多也是相当大也是一整排的在河边一整排的像我们展览馆一样租这样的场地所以2016年6月我们就到英国去办2015年到香港来参观2016年就到英国去办那么要去办之后我们
食物上人就问悟道一桩事了。那是想到一个问题了，现在这个主祭官要请谁啊？我们师父就讲了，我们拜是中国人的祖先呐、那总不能叫外国人啊、英国人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呐、这个不合乎理呀、应该啊，他们要拜他们的祖先呐、所以这个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我怎么办呢？我想一想也是一样后来呢，我就跟我们师父研究了我们就用两个了一个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另外一个呢就用世界各民族万姓先祖，那全世界什么族都有了所以在伦敦呢，我们是办两场祭祖，一般是一场是中方的祭祖，那么另外一场是英方的祭祖那这个中方的祭祖我们就请当地这个华侨来当主祭，那英方的祭祖就请。修士校长当主祭官。那么第一次修士校长他也穿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礼服了在伦敦在威尔士大学办这个祭祖还有到威尔士大学办一场等于是16年办了三场在英国办了三场祭祖办这个三场祭祖后来我们又想到了这个好像英国人穿我们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拜他们的祖先所以我们就建议你们应该也有你们的礼服他说有他们基督教的也是穿的这个大礼服我说就下一次祭祖要穿你们的穿你们的来祭祖。后来就改成了他这个主祭的就穿他们的礼服。但是这个仪规还是用中国这一套那主祭官穿的礼服就用他们的所以当时先师净老和尚来跟悟道这个讨论这个问题了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呢也是想到呢，那么在英国办好像也不太合理特别在学校里面。后来我就提出来了，我说师父这个当然学校他们是比较不适合但是呢，师父在这里也成立汉学院那么这个汉学院在学校提倡这个祭祖活动那也名正言顺了也名正言顺所以后来这样安排了一下呢，也比较讲得通了。所以从那个之后这个祭祖活动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大家都响应这个祭祖。这从香港那次大型的祭祖也得到了很大的回响那么祭祖的因缘以上简单就跟大家呢讲到这里。这个祭祖很早我们净老和尚就提起。所以他早年到美国去他不主张盖寺院他就劝去美国弘法的中国法师先不要盖寺院寺院已经很多了。要先盖了祖先纪念祠堂先盖祠堂了就是让这些华侨不要忘记祖先了那么这个清明冬至了中元这个华侨
带他的子弟来拜祖先啊，不要忘记祖先。早年呐、啊，他老人家到美国弘法，他就首先呐、啊、提倡这个啊，先不要盖寺院啊，先盖啊这个祠堂。那么这个构想也非常好啊。这个其实祠堂啊，它跟这个寺院呐、啊、也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啊，你有拜祖先，那一份寺院都有超度啊，那超度啊，纪念祖先啊，这个也是很殊胜的啊，很圆满的啊，这个也是很理想的。像我们现在呢，做三十系列呢、啊，也是回向给祖先呐、啊。那么这个是提倡孝道，啊，这个是。提倡这个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后了。那么古时候这个祭祖啊，很慎重。那么办这个祭祖啊，会得到祖宗的庇佑啊。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啊，要饮符酒，受符咒，啊，这个咒是肉了。以前呢、啊，拜祖先呢、啊、要拜肉。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佛吃素了啊，所以啊，我们就跟童校长研究了啊，这个饮符酒，受符咒啊，那我们没有肉啊，都是素菜啊。所以呢，童校长说：“那个做，我们就给它改成果了，啊，水果的果了，啊，所以一般祭祀啊是饮符酒，受符咒啊，现在呢改为啊饮符酒，受符果啊，那这个意思也很好，啊，因为呢我们拜祖先呐、啊，就会得到祖先的庇佑，啊，祖先的加持。”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在家里啊，跟父母拜祖先啊，都说哦，这个没有拜祖先不能先吃啊，要拜完了才能吃，啊，那会得到祖宗的加持。啊，这个跟我们啊这个供品啊，供佛一样啊，先供佛啊，我们再来吃啊，会得到三宝加持。那么在祭祖当中啊，也有很多人有感应啊。如果诚心来祭祀祖先呐、啊，那必然啊得到祖先的庇佑啊，这个也不必怀疑啊。所以孔子讲啊：“我祭得则福啊，啊我战则克啊。”那我来祭祀啊，啊那就得到福报。但是祭祀啊要诚心的 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办祭祀啊，非常谨慎啊。夫子三圣啊，斋战己啊，办这个要这个祭祀啊，要斋戒啊，要斋戒三天啊，不喝酒，不吃肉。那么我们这个祭祖这个酒啊，啊，古时候这个酒啊，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酒，是水啊，那个是水啊。啊，所以这个酒是三点水啊，那就是清水啊，就清水。因此，我们自心呐、啊、来祭祀祖先，祖先呐、啊、一定照顾子孙。我们一般讲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呐、啊，啊，没有说祖先呐、啊。啊，不照顾他们的子孙的，那肯定啊，他会照顾他们的子孙。但是如果子孙不接受，啊，就像父母啊，爱护儿女啊，儿女呢，他跑掉了，他不接受，啊，他也照顾不到了，啊，这是同样一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高雄冈山呐、啊，有一位江居士啊，他太太好几年不能怀孕啊，那个阿桃会长啊，请他来发心当义工啊，当这个妓，这个礼生他就发心来当义工了。后来啊，回去没多久生了一个女儿非常高兴啊。他说："这个真的祖宗有感应啊，今天也会来啊。我刚才有看到他来参加了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请他跟你们谈一谈他这个来祭祖的感应啊。所以今天大家呢，在现场在网路前呐。"参加祭祖的诸位同修大德也必定得到个人的历代祖先的庇佑跟加持一定福报圆满那么他现在这个女儿已经六七岁了那个他第一次好像是参加英国发心参加英国的祭祖。所以祭祖的事情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先师教悟道去办这个事情，就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一次我们台南这一次的追思会今年有加一个祭祖主要也是忘记我们老和尚生前他提倡的这个祭祖活动，那么还没有拜老师要先拜祖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祭祖也是跟追思先师敬老和尚跟那个祭孔那个意义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格言联璧讲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祖宗离我们很远我们后代子孙这个祭祀这个还是要以真诚心来祭祀不能说那个祖宗我也不认识的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拜这个干什么呢这个想法就错了。祖宗在远，我们跟祖宗的关系都密不可分的，没有祖宗哪会有我们呢？所以人要饮水思源要知道根源从哪里来的，不能忘本，所以人不能忘记祖宗。所以国家民族的复兴第一个要办祭祖。要祭祀祖先，如果不懂得祭祖，这个国家民族就亡了。过去雪庐老人讲亡族，雪庐老人在《伦理讲记》讲亡族跟亡国不同的概念。亡国还可以复兴。亡族，那这个族就没有了。亡国是政权被抢去了，但是呢，它的历史文化，没有亡，没有亡这个族还可以复兴那个亡族也就没有了所以先师敬老和尚讲这个传统的历史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了。那没有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历史都去掉了，这个族就没有灵魂了。所以那个叫亡族。所以亡国还不可怕，亡族才真正可怕。那现在呢，是面临了亡族的危机了。很多人没有感受到这个危机意识。现在呢，年轻人不拜祖先了，不拜祖先，忘记祖先了，
啊，特别移民到海外啊，第一代啊，还有一个概念，第二代、第三代啊，那祖先是谁，他都不认识的啊，那就很可怕了啊。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华侨啊，在马来西亚啊，这个国家的华侨啊，最重视技术啊，所以今年呢、啊，也请我们华藏去支援呐、啊。啊，这个祭祖的法会啊，那马来西亚啊，祭祖的法会。那么在马六甲我们办过几次啊，马来西亚汉学院也办过啊。这马来西亚的华侨啊，比较重视这个祖先啊，这个祖先的历史文化啊，他们非常的重视啊，非常难得啊，这个也是全世界华侨的一个榜样了。啊，所以自己的祖宗自己都不认识啊，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族就亡了，就亡族，族就没有了啊。他的这个历史文化，他的子孙对他的祖宗都不认识啊，这个叫亡族了啊。因此啊，我们办这个祭祖啊，是有这个意义了啊，就是唤醒大家呢。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提倡啊，这个祭祖的活动。那同时，我们也提倡啊，世界各民族都要祭祖，啊，都要祭祖，要拜祖先了。啊，这个意义啊非常深广，啊，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有祖先啊，都有父母。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啊，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那都有父母啊，啊，都有父母啊，啊，所以这个祭祖，那么就不分族群了，不分宗教了，不分国家地区了，啊，这个也是。世界和平的大根大本了啊！人人都知道祭祀祖先都学习孝道这个世界啊，才能长治久安，才有真正的和平了啊！不然呢、啊，这些和平啊，那只是一个理想了啊，做不到。啊，因为没有从根本教孝啊做起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理想啊，必须呀啊，先爱自己的父母啊，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你才会扩大爱一切人、一切众生啊，如果最亲近的父母你都不爱了，那你就爱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所以这个无论佛法、世间法都是从教孝做起。那么这个祭祀祖先就是提倡孝道这是先是敬老和尚这个提倡祭祖的重要意义另外呢，现在呢，一般家庭也都不拜祖宗牌位了。啊，现在我叔家，我弟弟还在拜他有祖宗牌位，我有时候回去叔家呢，这个祖先呢、啊、上上香上上香。那么希望家里我在大陆台湾这个各地也签一些同修就是家里还是要供自己的祖宗牌位自己要拜了。我们大家呢，到寺院来做法会，来写牌位来超度祖先超度自己父母，自己家里也要拜所以过去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就同修来就写牌位，就悟道法师
这个牌位就交给你了啊，写一个牌位500块啊，你就帮我拜了啊。我说是你们家的父母祖先呢、啊，叫我帮你拜啊，这个不合理吧？我说你们自己家里要拜啊，他是要把他家这个祖宗牌位呢，说拿到我们寺院来啊，来设一个永久牌位了啊，设一个永久牌位啊，然后呢，他就不用拜了啊，他就悟道法师，那你就帮我拜啊，说你家的父母叫我帮你拜，这个不合理吧？啊。我说你自己家里啊，这个祖宗牌位啊，你们要拜，那么你要来这里写牌位啊，写个临时牌位来回向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那么在寺院呢、啊、立这个永久牌位啊，过去是他没有子孙的啦，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可以拜，所以就拿到寺院去。那你有子孙呐、啊，就是家里要拜。啊，我们从小就拜祖先了，啊，所以有这个概念。啊，那如果不拜祖先呐、啊，那子孙都忘记了，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我小时候就听到大人讲啊，拜那个祖先啊，每一年我都要准备菜饭啊，那个中午都要将祭祀拜好了，我们才可以吃。那有一些大人呐、啊，他也不明理了，啊，他说这个祖先呐、啊，不会把你的东西吃掉了啊，如果他真的会把你吃掉啊，你们都不敢拜了。他讲的这个说法，从小就是听到这些，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拜得生烦恼了啊，拜得生烦恼啊，拜了呢，哦，我们小时候啊，看我外婆家呢啊。哦，那个一个长辈啊，这个我叔公的太太啊，长辈啊，那个沙金伯啊，那个台语叫沙金伯，那个长辈啊，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年轻，我们那个时候三合院啊，在中庭啊拜祖先。啊，然后呢，拜完了要把杯啊，这个把杯就是要一正一反啊，那这样啊，你菜才可以收下来。啊，那么我看我们那个长辈拜的啊，很没有耐心的啊，那不成立了啊，那把都把不杯，就是这个祖宗都没有同意了啊，他都不能收啊。啊，后来我看到他生气了，就把那个杯就往外面一丢啊。啊，所以这个拜祖先啊，不能应付了事，要诚心诚意的啊，要才会有感应啊，不能祖先呢不接受啊，他不接受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祭祖啊，我们以这个至诚的心呐来祭祀自己的祖先啊，必定得到祖先的庇佑跟加持。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祭祖这因缘祝大家呢得到祖先的庇佑福慧增长，六时吉祥，身心安康，事业学业进步顺利，阖家平安。阿弥陀佛。